黄玉顺为延平区民间器乐曲十番的第三代传承弟子。2011年，延平区民间器乐曲十番已被列为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报送福建省非遗保护中心。延平区民间器乐曲十番最早起源于福州，明清时期传入了延平区张湖镇西口村，后又由黄玉顺传至延平区，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此乐曲由10种乐器组成，由浪川鼓、大锣、小锣、大钹、小钹、小唢呐、笛子、二胡、三弦、豆卷，各种乐器同时演奏，用于每年的元宵、逢年过节、庙会、彩街等节庆活动。早在明清时期，福州地区的庙会、元宵庆典、彩街就开始使用十番乐曲。20世纪初传入南平地区张湖镇，张湖镇最早的师傅是吴头珠。吴头珠继传张安清，张安清先生已89岁。20世纪60年代又传给了黄玉顺。目前黄玉顺为延平区十番表演队的负责人，并兼任师傅。黄玉顺之后又相继传给了嫡子黄祥文、嫡孙黄家俊、外孙严家豪。在黄玉顺的带领下，十番曲已风行延平区各个乡镇，十番已成为了当地乡村庙会必不可少的庆典彩街器乐曲，也成了该民间喜庆表演队节日喜庆下乡宣传的民间活动项目之一。2003年，由延平区文化馆牵头，黄玉顺的十番乐队并入了延平区文化馆民间喜庆表演队。经过专家多年结合延平区音乐的特点及民俗民风的特点，对传统的十番进行了改革和创新，将特色元素融入张湖传统的十番音乐中，并对原有的器乐的演奏和乐器配方方式进行了改进，吸收了本土的音调，宫尺谱配锣鼓乐曲、月中春、月中桂、菊花串、双桂子、上九楼、行串一枝花等精华的部分，丰富了十番音乐演奏与表演方式。目前黄玉顺的十番队已成为本地大型庆典活动、年节娱乐、舞龙舞狮、汉传高跷、婚庆嫁娶、元宵庙会等不可或缺的传统项目，对于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，我们应当加以大力保护，让其传承万代，发扬光大。对于民间艺人，我们必须大力扶持，给他们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，只有这样，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瑰宝才能代代传承，焕发光彩。